怪跑。狗仔来了。又下雨了吗？是我们的非常有灵性的诗人张小杰的，他在这里，他是现在是跟鸟大雁一起学画画，他是一个很有灵性的诗人，也是艺术家、书法家，他的隶书和篆书写得非常漂亮。The Sussex County Fair, which is usually in August. Okay. Yes. You okay. Submit that to the fair. Absolutely. 小杰，他说这边有个 county， 叫什么 county， 就是说是他们有八月份有个艺术节。他们就是艺术节，那个就是艺术展览，大家可以在那上面卖艺术品。And some people buy stuff from the fair. Okay, I know. Yeah, yeah.Has sold many things at the fair. Oh, okay. Yep. 这里在做什么？我在给你录影。做朋友请我吃火锅的。哎呀，其实吃火锅，请你吃大餐的没问题。只要你画出好作品，大家都高兴。你要把作品卖出去呢，我们更高兴。那个时候就要叫你请我们大家吃火锅了。你们自己挑晚餐吧。叮个啷当叮，叮个啷当叮。